欢迎收看秦州知识频，喜欢视频的小伙伴点击分享转发一下，也希望大家积极的参与弹幕和评论，留下宝贵的意见，感谢大家，么么哒。Nice shot. What's up? What's up? 我惊呆了，我操！于是我要带着我50多岁的老母一起下饭了。想要提升 CF 等级的，可以加 QQ 94117620，等级秒上去，安全又稳定。Hello 的大家好，且看他前方的鸡飞狗跳，原来是你的大寿哥驾到。那么驾到又来给大家发视频了哦，哈哈哦吼。那么最近呢也是熬了几天的夜啊，终于找到了几个才终于找到了几个打得不错的队友啊，很稳的队友啊。这几个队友呢都是以前看我视频长大的啊，他们是这么说的啊，说的我好像很老实的啊。然后直接怒上到150个豆啊，终于干上了东部的强王之王啊。然后估计一个礼拜不打的话，他也还在榜上啊。所以说，那么打的时候呢，也打得不错啊，然后素材也出的不少啊。另外也有几把五连杀一些职业车队啊，或者说榜上前几的车队的那种素材啊。那么过段时间给大家找出来发一发啊，看能不能找到啊。另外也有这个以后啊，再有那些掐柠檬的啊，再拴咱们这个代打号，只打代打低段位的号，我们就便可以潇洒的回复他一句啊，在下乃强王之王中王中王中王八，简称大王八，请问阁下是？我最讨厌那些阴阳怪气的人了啊！你说你搞笑就算了啊，你阴阳怪气的又不搞笑，又老是拴人家啊，就很不好啊。然后呢还有不少的朋友反映最近的视频帧数有问题，这确实啊，这个视频制作软件呢，它这个不是同时间段的视频，它老是做出来之后容易掉帧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搞啊，然后这个视频画面渲染的很模糊啊，我一直也是搞不定这个制作视频方面的这种东西啊，然后现在视频呢也是我一个人制作，所以我每天直播10几个小时，有的时候一天打10几个小时，因为我除了在打这个枪王之王的号以外呢，我还要去打其他的号啊，我还有不少的号也需要打啊。那么说到这里呢，接各大区各段位的排位啊，有需要的啊可以来找我啊，可以来加我啊，可以到直播间来联系我啊。其实我想搞一个工作室去接单子的啊，但是我一个人打不过来，我怕别人打封号什么的啊。我自己打的这几个号，就是打的段位比较高的号呢啊，他一直都不掉线啊，但别人打的老掉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啊。别人的号特别容易黑我啊，就我自己打的这几个号啊，就都不掉线啊。好的，那么其实说到刚才说到这个帧数的问题啊，其实你们看的我现在那个视频啊，就最近那些视频掉帧的那种。其实我最近直播玩游戏也是这样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也是这种帧数啊，但录出来视频不是这种帧数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然后我准备过了年以后换台电脑啊，因为直播的时候太卡了，最近很多水友看我这个玩的都有点，就直播的时候玩的，有的时候我卡的烦起来了，我真的是比较的那个心态爆炸啊，然后呢兄弟们看的可能也不爽啊。好的，那么说到这里啊，就不多说了啊，寒假了啊，寒假了，大家想玩各种各样的游戏啊，就可以来我们的朱号店啊，我们的左下角有这个 QQ 公众号80084919啊，另外招合租高分层啊，几十款热门端游手游游戏的游戏号都有啊，有想玩号的啊，可以来出租一下啊，可以来租一下子啊，也不贵啊，也比较便宜啊，租这个号的玩一下子啊，都可以啊。好，那么这一局呢，现在就是也是一个枪王段的啊，是这边 A 大准备来一个打通关啊，拉过来之后直接秒了两个啊，这个时候有点乱，我的队友有点乱糟糟的啊，那么这个时候还给我来了个烟，不知道谁丢的啊，这边因为帮你藏了一个，直接给他扫死啊，然后准备压发队友的头啊，队友算了啊，那个队友好像是我游戏里面的马子啊，那就算了啊，那也是我的马子王七哥嘛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卡一卡后点啊，因为这个时候也没血了啊，这个还喷涂也不知道是谁喷的啊，喷成这个样子，你看左边这个这个喷涂啊，这个单向喷涂啊，打高段位的时候很多人用这种喷涂啊，免得就算守不住打回防的时候啊队友也占优势啊。
好的，那么这边啊，直接一个手点啊，压 V 五啊，前半段的压 V 五啊，也不过如此嘛，这些人哎，小场面。好的，那么再看这一把鹰眼啊，我甩着过两个性感的臀部，顶着胸前的一万对大波啊，中门拉出来准备钢枪啊，拉过来之后，哇操，真的这么潇洒了吗？这他妈是人打出来，哇操，这个 AK， 哇操，这是人打出来骚动，你看这个，哎呀，甩着屁股直接上，哎呀，我操，这是人打出来骚动吗？啊，我被打死了，好吧，那么本期的视频就给大家解说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